你回来啦。说案记录干什么？不想提的。对，保持住，就是这个态度。我要出国了。你要去哪儿？英国。怎么我刚一回来你就要走？是我爸的意思，他想让我去英国读经济学，然后子承父业。你喜欢我吗？我不喜欢父权专制，我有自己的选择权，别说什么经济学，我这辈子都不当商人。你之后你们俩都干嘛了？孤男寡女，你猜能干嘛？